现在目前我们警犬队建制的人员呢，总共有九位，然后警犬的部分有八只。八只的话就是四只拉布拉多犬，然后一只比利时狼犬，一只德国狼犬，还有两只带训的台湾犬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驻地的规模跟人员，虽然是我们是走小而美的路线，因为主要是让每一个领犬是一人一犬的方式，让每个执勤工作犬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。知道的话，我们警犬主要的两大主轴任务的话，就是缉毒、查缉毒品跟侦查爆裂物的部分。然后查缉毒品的话，基本上呢，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对警犬每天的固定的训练，除了一般的基础训练以外，然后我们进阶的是嗅觉训练，是我们最主要的主轴。分子的扩大零点，或者是我们新大有支援的毒品搜索的勤务。然后爆裂物的话，主要是应用在年度的台湾夜间花卉博览会的维安场景。然后如果我们有还有莅临的那个特种警卫勤务的话，也需要侦报警的出动。像一般员警，你上下班之后，你可能就是都是做自己的事情啊，就是可能你上班的事情做完之后，下班就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但是我们领犬员下班之后，我还会心就是记在狗狗身上说，他有没有睡觉啊，有没有大便啊，有没有饿啊，还是有没有任何身体上面的不舒服状况，就是下班或放假之后会心会一直在那个狗身上，不知道它过得好不好。那有时候放假我们也会自己回来去训练它，去照顾它。这是我觉得跟一般巡逻的行政警察最大的不一样。在派出所我们带的是枪，那现在带的是小偷。那就是派出所在执行一些勤务都有它一定的 SOP， 但是你在训练狗的时候，狗也是会有一些，就像人一样会有情绪反应，所以有时候你要随着它的情绪反应来做适当的训练内容这样。警犬队它就是成立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执行，就是十一月初要在台中开幕的训练花卉博览会。那我们针对花卉有来做一些像一些场所的搜索，跟一些人就是人期待到。